不退化吗？这样下去之后将又没了。为什么？你没有听懂啊？我说我会让你回家，你什么都不用怕。我有话想跟你说。如果要讲你跟你哥的事啊，没什么好讲。如果你真的在乎你儿子，你就应该跟我聊一聊。我也能够陪着你，一起向我爸坦诚一切。我想一直这样牵着你的手，我不想放开。我还是站在这里，风继续吹，可是你主动牵住我，一遍又一遍地告诉我，我可以依靠你，你不会放手。